小凤，帮给你买了一尊。这行李不是应该直接搬进屋吗？废话，快来帮忙，搁这还挺好看的。要把这摘了吧，你头怎么办？还不够傻？说话给我注意点，再惹我分分钟搬走给你看。开玩笑，别那么认真嘛。送给你就穿啊。送我的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你不会是？我不是舍不得，你别误会。你不会是胖了吧？放下了。说，是不是胖了？惠明校草，3年篮球 MVP 你也敢当，不怕引起公愤啊？按照你的要求，牛肉多炖了一会儿，蔬菜早上买的，最新鲜的。你还有什么不满的吗？能比你以前对我的暴行，我这都算是以德报怨了。我有那么过分吗？那我只能用别的方法赎罪了。小凤，妈给你买了一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加油啊，小凤。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是时候。什么不时候？你看到什么好看的？干嘛这么高兴？快走。